今天我们这个上面就热闹了哈，来了差不多十几二十位客人，有些是一些朋友，还有一些是一些粉丝朋友，就是我们附近的，知道我们在上面搞的养猪场，特意来到我们这边体验生活。他们也是看我跟二哥两个在上面太辛苦了，然后特意从我们猪场那边赶过来，所以来给我们做顿好吃的啊。有几位粉丝姐姐，也是带着他们自己的那些家属啊，有小孩子啊，有老公一起啊，过来专门来看我们。让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他们做的什么好吃的啊！太热闹了，十几个人，专门来到我们这个养猪场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高山上的生活。大家一起动手做饭。这个是煮的一锅火锅。这个姐姐。看就会做饭了哈，二哥今天有口福了啊！香儿，你帮我做出来。香儿，前天在上面饿饭，今天有人来做饭了。大厨那个就是龙井街大厨，这是中关，中关。没办法，但是那个你们上来刷哈，老板也上来刷。你看我们媳妇还叫他带他几大包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带来了。他们自己买的菜啊，自己买的肉，什么东西都自己买来了。你来吧，开吃呗，看。这个就是烧茄子。这道菜最下饭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巴适的很。也没少。个个都是大手，搞个洋芋饭，还可以啊。土豆饭，土豆饭。二哥今天这个酒都准备了四件，啊，准备喝醉啊。其实这个地方还是蛮不错的。就是晚上稍微冷了一点，白天还是有点热啊，太阳很大，非常的舒服。马上要开饭了。我是。啊，后面是白衣桌耶。这一大锅。好香啊！那再搞个那个大的一个汤哈。猪肝瘦什么都有啊，大杂烩。那个汤那个，希望越来越大。条件是艰苦，但是气氛非常的热烈。我那来找那个洗头的，找那个。热水。热水，提供热水。你要玩哈，喊了你喊美女来。烧茄子。没，上次你烧的锅哈。哎，还烧嘛？全部是一些下饭菜。这一盘嘛，只有那个做的嘞。再去吃。你们这样还？才鲜辣啥的哟。那个门儿要那个盘。我不要了，我洗了一个。多洗了，多洗了，来。多洗了，多洗了。拿去，拿去。这个桌子太小了，我还特意买了个大一点的桌子上来，以前我们那个桌子还要小。只有站着吃，凳子也不够。非常的简陋啊，来了我们都不好意思。来，洗手来，起来的。还有个小朋友。调息呀。我来洗洗洗洗。搞得像坐席一样了。一样调息的，不要踩呀。那都是调息的哦。哎呀。中间还有个锅儿。我这个腰过来哟。来，妈妈，给多点洗洗那些汤。别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们这里是陈酒会，这么多人。你别说，我们这里到时候搞好了，还可以来整一下酒。把亲朋好友全部叫上来，再聚一下，到时候。现在正是开饭了，那上酒了哈，上酒上酒，喝酒了喝酒了，谢谢啊，
他们这些菜还有这些，他们这些菜全部都是自己带来的。二哥就带了几件酒上来，非常的客气啊，这些朋友。我们两个真的是不认嘞，这种感觉真的是。来，我给你们要碗。非常的巴适。要一个。快吃点儿，快吃，一会儿吃啊！得嘞，喝酒，你给他们喝酒。得嘞，得嘞，好。啊，你先吃。土豆饭。要从第一只，那两。我几只啊？都是你。哇，好乖，你乖的一样。这个饭是哪个姐姐煮的？这个漂亮的是我。这个漂亮姐姐。你看，多喝两瓶酒。来，不吃洋芋片了。煮得好安逸呀、啊！那是关系关系，那是关系哦。啥子嘛？真的还是快。起码这些凶，是怎么这些快？两年嘛，知道啥？你一直在忙啊，你俩是没有？没有哎。我酒啥？别说话。他们这么快。喝啊，喝酒，喝酒。我说张家这个命好哎。嗯。找你媳妇都能干，哎，你坐起上。昨天你家晚上没来。我叫你进来嘛，哎，妞妞，让你进来。我今天没想到没，就是干那么出来，玩过，真的。早上那个事，我女婿昨天都有精神不过。好，我今天来了，你好哎。在干嘛？你们喝酒啊？我喝酒。干嘛？啊，喝啊喝。我肯定比你们喝的。那确实蛮好吃。那确实没冷，好吃，冷的好吃。哎呀！哈哈哈！加菜呀，看那个有没有肉。加点肉吃一些。要吃么嘞？好吃，你吃了那么大的。再找我喝两条黄瓜，他只吃黄瓜的。我昨天吃了。还有吗？很好。我不是国中的领导，那你们国中的都不客气。那不客气。好了。那肯定不少。我要吃哪个？我是几个月没吃过啥子。二来，我的天。哈哈。这做的比我在当地吃的。你那就想吃哪一头的啥子？我们那里，我们一般的，我们养的猪都没买到。兄弟，那点他们牛杀了，我们那里。我们马上，中国马上也买牛肉呀。这是你的牛吧？